昨天晚上就没走。我也没走。那我是不是可以改口啊？爸，你什么时候跟我妈办啊？<笑>别拿你丈夫开心啊！昨天晚上你撒酒疯，完了倒头就睡。 你妈血压180，我敢走了。我到时候手里一宿。我昨天闹得大吗？不太大，反正你妈血压上了。我昨儿说什么了？好像说这话吧，我也不好学。现在你说什么了？你问你妈去。我。 别难为赵叔啊！老赵，哎，您犯什么事做好啊？马上就好啊！你血压降下来点没有？啊？我不是你妈，甭管。哎 我错了，行了吧？以后不喝酒了，我回去给你写份检查。不是你干嘛呀？喝那么多酒？跟许杰我们聊人生，聊的他有点惆怅。哦，他惆怅，你喝酒？你骗鬼呢？不是，那我陪他一块儿惆怅一会儿，姐妹嘛，就是他喝我能不喝吗？那张华呢？ 张华他怎么不送你回来呀？张华昨天没在，我跟许杰聊，跟张华有什么关系啊？哟呵，那这么说是许杰撒谎了啊？他说张华喝多了啊，你又说他不在，我是信他呀，我还是信你啊？张华一开始在，喝多了，后来走了就没在了。 我告诉你，罗小聪，我就从来没看见你喝过这么多的酒。哎呀，你别说实话，我以后不喝不行吗？行，我去上班了，你要没事了吗？哎，你要是跟张华没事儿，你晚上让他来家吃饭，听见没有？你这两天他出差，发动机怠速，噪声响，看都查不出是哪儿的毛病，你给看看。哎哎哎，聪哥来了啊！聪哥来了。 水，我说你真的下回你进来得敲门啊，吓死我了你！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想你了呗。我也想你了。你说一会儿这垃圾电话真的应该有一软件给他们都屏蔽掉以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你就这么跟张华废了？怎么着？还要分手信啊？那你现在就是标准的
单身人的呗。如果打牌叫我哈。好，太好了，必须的。处了四年，说掰就掰了。要分手费了吗？要了。对。嗯，吃热食。师傅，才200啊！就合着你这四年就倒贴了呗？就谈恋爱嘛，不是你倒贴，我倒贴。那他这么对你，宋老板没拿鸡毛掸子抽他呀？我师傅现在是被劈腿修复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师傅，你得振作起来啊！好男人多的是，你们几个也是，有合适的想着点啊，师傅啊！好，一定合适的。那个，宋哥，你那个，你看我行吗？不是，你仔细看看，仔细看看。我闭上眼，一辈子不睁眼，我可以试试。聪哥，虽然修复失恋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男朋友，但也对于你这种感情专一而长情的女人来说，这个办法恐怕不管用。不是的，不知道。试试。师傅牛气，这么想就对了。牛！聪哥，那车你帮忙看一下，实在是搞不定了。别给我出来啊！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关机。刚才这不接电话，他们俩肯定有事儿。是不是开会没法接呀？他再开会。他也从来没有敢不接我电话的时候啊，我觉得不对。就这样啊，那个等晚上小聪下班了，再问问，好好问问啊。小聪那性格啊，他想告诉我，我都甭问；他要不想告诉我，我就是血压280，我都问不出来。不行，我越想越别扭。干嘛？不是，你这干什么去啊？我上哪儿啊？这是？不是。回来了，哎，别，你拿鸡毛掸子干什么呀？我也去啊。你干嘛去啊？我给你当保镖。哎呀，你看着点店。哎呀，无事给你看着啊。走，我还真得跟他说一声。没有保护。吴婶儿，你帮我看会儿店，我这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坐好了啊。怎么样？行了。先生您好，我最后跟您确认一下您车辆的维修项目，因为是车前部受损，所以呢左大灯还有这个前杠都需要修复。材料费大灯呢是580块钱，还有一个前杠的修复喷漆是400块钱。因为您这是因为撞击嘛，所以导致车辆的受损，内部可能还有一些损坏，得拆解之后才能给您报价。不知道您今天的时间有没有？那我就给您出单子了。是我们一个透明车间系统的客户看板，您可以在这儿呢实时的看到自己车辆维修的进度，包括楼上的休息区也可以。没有我的车。您的车还没进去呢，咱们得录完单子才可以。哎，能给我演示演示吗？你等一下啊。哎，那也可以看到。哎，你看，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想看哪个位置？我想看那个最那个
我给你放大啊。好好好。哎，这有意思。再换一个。你看看那边那个。嗯。哎，你再换一张。你看这个。哦。再换，哎，你等，你等，你别动。这是谁？那个短头发女的。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技师。你们这儿修车的？对啊。他叫什么名字？罗小聪。你想让他修吗？我能见见他吗？那个妹妹啊，你跟我说那个事儿，我还真不能答应你，别生气啊。不行，我就是要你陪着我，就是要你陪着我挑婚纱嘛。是，我也想陪着你，可是现在上着班呢。你看外头多少眼睛盯着我呢，是吧？大哥，我跟爸说了，等我们结婚以后啊，就把你调到合作公司去当经理，以后你就有时间陪着我了。合作公司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我爸那么多的公司都得向你汇报啊，你谁呀你？那是那是。你现在呀就做好准备，当我们顾家的女婿，以后啊就别再跟以前那些小狐狸精有来往了，知道吗？你什么小狐狸精？我告诉你，我自从有了你，你就我全部，我谁都不要。这样，我先去安排一下，我陪你试婚纱去啊。嗯。等我啊。早点回来。嗯。聪哥，前面有人翻你台了。哦，快点。喂，谁呀？我找张华。我是张华的未婚妻。你是未婚妻，那我们家小聪是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开兽医店的老怪物吧？你才老怪物，你骂谁呀你？你女儿被甩了，你还不知道吧？没事啊，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说呢？你就赶紧回家好好安慰安慰她吧。啊，对了，你别忘了跟她说，让她没事啊多照照镜子，不是自己的菜就甭惦记，也不怕噎着。你他妈噎着？你王小三吧你？你王八蛋！气死！这他妈王八蛋！我说他怎么老不接电话呀？他别急别急，好好说。你快点开！好好说啊！哎呀，别着急，好好说。我跟你说，你让他听着点。板金的活你找我，让老杨他们去处理。
罗师傅，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明星啊，对不起，我不看电视剧。罗师傅啊，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呢，这辈子。没想到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罗师傅，自从我们分开以后，你有没有想过我？哪怕是一分一秒一丝一毫，你有没有想过我呀？啊！你有没有想过我呀？想过，我想过，我前两天还说怎么没给你打电话，然后我说咱们找机会一块聚一聚。你有我电话吗？我就是没有你电话，所以我才没跟你联系上。啊，聚一聚啊！啊，谁跟你聚啊？跟谁聚啊？不聚，不聚，不聚。我是说聚一聚。去哪儿啊你？我去，赶紧给你把车修了，是吧？你车不停外边吗？你问我车哪儿坏了吗？你要给我修车？那个单子上写了，我那一看就明白。哎，罗师傅，我是被追尾啊，但是我车屁股没坏，车头坏了。如果你是车头坏的话，那个叫你追了别人的尾啊？何是我的责任呢？按交通法规来说，就是你的责任。你再说一遍，谁责任？什么交通法规？给我讲什么交通法规？动手！你挺厉害，你身高不是现在给我推卸责任是吧？神经病！你告诉我谁的责任？你才神经病呢！责任你妹呀！你神经病！干啥？你怎么搞？你吃药？你神经病！你才没吃药呢！啊，我神经病！我神经病！我开黑色面包车跟个灵车似的！我神经病！绿灯不走，红灯也不走！我神经病！一脚油门往后倒，专门撞别人辙呀！我神经病啊！谁神经病？对不起，对不起，松手！哎，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是我朋友，你们走吧，没事，没事。抱歉啊，抱歉。我没认出来，真的对不起。凭什么你认不出来？你装什么装？你还装是吧？我没装。我长得变化了？有变化吗？我那天心情不好，所以我心情不好就撞别人车玩啊？我心情不好，我杀人呢我？是是是。你今天还心情不好啊？你今天？我真的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给你修车，我给你修。这个，消消气，消消气，消气。哎，小李啊，你倒杯水。哎，喝杯水。那个，你别气，我马上给你去看。怎么着？我给你修，我给你修，我给你修。什么时候修好？我先看一下，然后我看你撞的我，你还不知道我哪儿坏了？你看一下，你看什么看啊？我得看看有没有配件，我尽快行不行？多长时间？我已经说了我尽快，我今天就要。今天要不可能啊！我今天就要。给他提一辆车，今天让他先开着。我不开别人车。那个是这样的，这个车你这儿。不可能一天修完，是吧？我已经说了，你先开我这儿的车，然后我一定尽快，所有的配件先优先给你用，把它修好。费用算我的，行不行？费用本来就该算你的。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先接你。喂，赵叔，怎么了？啊？为什么？行行，我马上过来啊！哎，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处理一下。车你放这儿，我肯定给你修好了，给你送回去。对不起啊！哎，小李，叫那个老杨给把车修一下。哎，我的车怎么办？你车我让他们赶紧给你找人修。你给我撞，你得给我修。我回来我就给你修。谁让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你回不回来。我家里有点事儿，真的。你家里有什么事都不行。不是，哎，我家里真的有事儿。我不管你家里有没有事儿，你把我车撞了就得你给我修，知道吗？家里真的有事儿。消气，哎，不行，我回来给你修啊。这样了你们？哎呀，怎么回事？
送过来的，我们给他做了检查，只是有点擦伤，指标都很正常，先观察一下。他现在是昏迷还是睡着啊？按说病人应该醒了，可能是由于太疲劳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看八婶是装的吧？你们谁干的？你看你妈给我们张华挠的，都是谁干的？哎，小点声，这是医院，病人需要休息，谢谢啊。张华，张华，哎，有病吧？聪聪，你听我跟你说啊，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妈她上来先骂的人，完了动手就打。那现在躺在这儿的应该是顾美美，不是我妈。不，我跟你说当时什么情况啊？然后你妈就拿那鸡毛掸子那么一举，美美随便挡了一下，你妈当时就躺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华，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这张嘴黑的能说成白的，我傻呀？不是这样，你等你妈自个儿醒了，你去问她去，好不好？再说了，我这儿也伤了。你看，你妈医药费我给付了，对吧？又赔了这么长时间，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我要把顾美美打一顿，我付医药费，我陪着，你觉得行吗？不是你这么说话，你就是抬杠了，不讲理啊你！你讲理，你又劈腿又让新欢打我妈，你是很讲理啊？张华。你跟他废什么话呀？走吧。我妈什么时候好，你们什么时候走。那你妈要不好呢？躺十年呢？你给我赔十年！不就是想讹我们点钱吗？我们家有钱，要多少给多少，拿去。不是，真看不上你这点钱。哎，我说，哎，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咱们走不走？我跟你说。对了，罗小聪，过两天就是我跟张华的婚礼了。你要是自爱一点呢，我就让保安放你进来。啊，不自爱呢？那你试试。觉得咱们结婚那天啊，别让罗小聪来了，啊，咱们不差他那份祝福。不是，我是为你着想，我是怕他给你添堵。不添堵，我还得把我以前男朋友全叫来。行，宝贝儿，哎，你想怎样，咱就怎样，我全听你。知道这叫什么？大气，你就学着点吧。行。不取婚纱了，回去吧。不是，怎么不去了？这都几点了还去？宋老板，别装了，人都走了。哎，赶快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狗男人，再不带点。别说了，好事儿！你们俩得亏是在结婚前分开了，这等于咱们家躲过一难。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啊，这张华跟你就不是一路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跟他。现在他找的这个女的跟他是绝配，你说你们俩要是结了婚了？啊，到那时候再出这种事儿，你说是分呢还是不分呢？啊，分，你就等于是二婚；
不分呢，你就得戴一辈子绿帽子。到那个时候，妈可跟你丢不起这人。闺女，你得听妈的，妈这两只眼睛那看人绝对准。嗯，宋来了。哎，赵叔。哎，哎呦，我说老张，你死哪儿去了？我这不是给你开药、开单子、排队，一个一个的得。开这么多药干嘛呀？这得多浪费钱呐！这反正是那女的花钱，就当是体检了啊。怎么还有泻药啊？明天早晨做个肠镜。走半天了，沙发还这么乱，我说你俩真是就知道看韩剧。哎，来了，我找个男朋友，要快。老聪，我知道你刚失恋，心里难受，可是你刚刚错过一次，这下一次恋爱一定要谨慎。你说我要有好的，早就要给你了。那几个货都道貌岸然，不靠谱。道貌岸然那没关系，我长得漂亮的，我1米8的。我要一定要帅的，不是你听我说，这感情就是个缘分，也许你明天就能遇到真命天子了，但是千万别着急，我来不及了，能来及再等。张华马上就要举行婚礼，我要带这个男的一起参加张华的婚礼，你脑子有病啊？哎，你去参加人家，哎，给我带一份啊，早点回来，人邀请你了吗？你就去，邀请了，邀请你就去啊？嗯。我跟你说，你一个女人最不理智的就是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你想人家两个人在台上又是表白又是山盟海誓的，你看着心里不难受啊？我难受啊。难受你还去？我去了他们会更难受啊。太不理智。你才不理智呢。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帮你这个忙。允许小三光明正大的举行婚礼，难道就不允许原配正大光明就是参加婚礼吗？你跟我说再多我也不会帮你的啊，我不支持你去。你要不帮我的话，就没人帮我了。装可怜也没用。你不帮我，就参加不了婚礼了。谁叫我没想到你这么绝情？一个字，不帮。不帮是两个字。刘静，哎，有个事儿求你。哎，我跟你说，我有个姐们儿要去参加一个重大的 party， 想找个男伴啊。女朋友长得不难看，瞎说什么呢？她就是属于那个 Angelababy 那个型。哎，对，想找个长得像吴彦祖那样的就行。喂，我问一朋友参加 party， 你能给找男伴吗？哎喂，哎，我有一朋友现在没对象，你哪有男人吗？我跟你说，我有一特词的姐们儿，她想找个对象，给你介绍一个呗。女神啊，特漂亮，也没什么别的毛病。长得特像吴向莲，长得嘛还行，就是有点 baby face。要求就是像那个，他就要像那个吴，就那个吴孟达，对，就他。对，就得意这口。现在女孩口味都重。现在就连《倩女幽魂》里边的女主演，她都找不着男朋友，回家都得现租。啊，我这不一下就想起你来了吗？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您放心，您放心。我这儿我一定给您办妥妥的啊！意思全对，穿校服小白鞋啊，一定显得特清纯。你懂我。好，就拜托给你了。当家长的吗？每次大人吵架，都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知道吗？我就是要影响影响孩子。嘘，先等我一下。儿子。
长这么大。谁呀、啊？小舅。把这给小舅。舅舅，给你钱吗？不、嗯，这家里全都靠我，我就要当着孩子的面，我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爹。愚昧，愚昧！我愚昧，我能挣钱啊？这家要没我早完了。就是你了，好美啊！你这点工资，人家现在都是什么呀？教书不教授，就你，不当女教师。你爸说啥了？嗯？你妈说啥了没有？我妈说咱俩先哥俩。嗯。玩什么呢？战斗机什么？我要看打坏人的戏。你玩了第几集了？第十集。你怎么那么厉害啊？谁教你的？是谁啊？是一个女的，我的同学。她为什么教你？她跟你好啊？对啊，她还跟我离过婚呢。说、嗯、谁跟谁离婚？我跟她。吓死我！我以为你办的。吓死你呀、啊！谁让你跟家里离婚呢？你们俩结婚了吗？没。没结婚的时候离婚？我们都习惯先。先离再结。我已经飞到云的很上面了。将会坠落地。那我问你，你喜欢佳怡吗？喜欢啊。你为什么喜欢她呀？因为她长得漂亮。好看啊！好看的女人都不靠谱。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那是不是不好看的女人就靠谱呢？也未必。哎，有一种女人啊，什么？长得就跟个葱头一样。葱头？没见过葱头人。没见过？我给你画下来好不好？这种女人啊，既不靠谱，又不好看。那你有纸没？我这就是个纸。我给你画一个啊。口袋里有这张纸 ，iPad 呢？好的。iPad。啊，一个大葱头，这像不像葱头？挺像。你说它是粮仓也行。粮仓？这什么？嘴巴、耳朵，这种女人就是既不好看，就不靠，要远离。开门，你起来没有啊？罗小聪，我告诉你，你不许参加那白眼狼的婚礼，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听见没有啊？啊？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啊？是不是那许杰呀、啊？你说话呀，是不是他？我告诉你要是他，我就找他去。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找他，我跟他没完。你看着，跟他没关系。你这干？你怎么穿成这样啊？你要干嘛呀你？啊？你还不嫌丢人呢？你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啊？你别告诉我你穿这个衣服去参加人婚礼啊！你这是作死你！啊！谢谢。八十。
说怎么走哪儿都能看见这么难看的黑面包车呢？怎么是你啊，静巧？你约的我呀？再见吧，罗师傅。你要走我就不行了，我就什么你爱怎么的，你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哎，我不管，我不让你走。罗叔，哎，你送我，哎，我不让你走。罗叔，哎，我。大姐，这是我干活的，我不卖。我不是大姐。你看你是个男的。我也不是男的。那你还考验我智商？来，谢了啊。大姐，这裤子我真不卖啊，我干活用，谢谢啊。哥们儿，交个朋友，钱包。随便拿啊，这里边还有，这里边还有啊。我打过了，我不对。快点吗？快点吗？Check this out. Turn him up in the game. Yeah.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like this. My name's Zard, I see. I'm here to entertain you for the evening. I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What was that? Come on. Come on. So we're bringing heat to the streets. Check this out. Come on. See you turn it up. Yeah. How?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like this. Come o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like this. So we're bringing heat to the streets. You copying me? Thank you.